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味道也太酸了吧，怎么能有这种味儿啊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你睡得倒挺舒服，行。自己被自己熏醒了吧？你有病吧？谁让你不搬走的？你搬走，我搬走，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？这服了你了。现在搬不搬？搬。行，起来搬吧。你早搬不就行了吗？这下行了吧？行。赶紧回去，才6点半，我都困死了。你以为我不困啊？我都被熏死了。把我灯关上。哎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这怎么办？用力过猛把马桶圈坐断了。不要赔吧，工资还没发呢。哎呀，想办法修一下吧。哎，这么巧，你干嘛？上厕所啊，要不然吃饭啊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等我出来再说。不是，比较急。你看，完了，谁干的？完了，赶紧跑！给我出来！我不出。快点出来！那你保证别打我。保证不打你。好吧。那马桶是不是你弄的？我刚刚不是刚想叫住你吗？你不听啊！你怎么拦着我啊？你那么凶，谁敢拦你啊？扎你屁股了？我先帮你揉揉吧。滚！那要不你先凑合用吧，然后我待会儿去修一下，可以吗？嗯。